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新 Wonders， 我是菊儿。大家好，我是 Mika。大家好，我是丽珍。大家好，我是柳柳。毕竟有很多人都是我们认识的朋友，可是有一些呢可能是今天刚刚才来现场的，想说哇，今天没想到呢来我们的这个 GoGo Network 的活动，在这边摆够夜行，有这么多好玩的还有好看的。那但是台新 Wonders 好像很多新朋友还不是那么熟悉，可以请菊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？好，那台新 Wonders 呢是台北战神篮球队啦啦队，我们的主场在台北和平篮球馆，然后下个月是我们的第一场主场赛事，是11月25号下午的4点半开打，也欢迎现场各位球迷朋友们，当天可以一起相约骑着 GoGoRo 到球场跟我们一起加油，期待看到大家，谢谢。已经买了耶，你棒棒！我知道凤梨大叔们都很认真在支持，我知道现场还有很多人已经准备好，迫不期待了。还有一个月时间，大家准备好体力好不好？那但是呢我也想要问一下，刚刚有讲到说是我们这个就是台北和平篮球馆现在是主场，那既然也是我们台北台新这个战队的这个啦啦队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甚至可以说是安娜要考你，我们队里有哪些好手，谁愿意接受这个挑战？敢站出来这个不容易哦。好，那所以米卡要讲一下吗？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那我们队里面呢当然最资深的就是我们的队长林怡辉辉哥，那我们的当家控球后卫的话有林秉胜、曹勋湘、丁胜如，那当然还有最厉害的非常常入选国家队的小台黄聪汉哦。哇，如数家珍，先来点掌声好不好？真的呢，个个都是强手，好了，也没有什么好挑好选，反正大家都来支持一下就对了。所以呢，大家知道了吗？好，大家还不知道的话，到时候来现场看的话，就可以真正实际体会到他们到底有多厉害。那我也想问，刚刚有提到下个月呢是主场，然后也是开幕战，那当天会有什么样特别演出？可以先在这边先跟我们现场朋友分享一下吗？我们11月25号是开幕战，那台新 Wonders 总共有11位女孩都已经全员选好了，11月25开幕战会全员到齐，会跳我们全新的舞蹈，希望大家可以买票进来看，在全网售票网现在都有购票哦，赶快买票吧！耶、yeah, ，谢谢你，但是到时候呢，不用选说我要菊儿，我要 Mika， 我要丽珍，还是我要柳柳，不用，小朋友才选择我。进来11位全员到齐，一次看够够就对了。对，哇，真的呢，真的是福利满满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刚刚有说到呢，到时候11月25号才开始，我们今天10月28号就想要近距离感受一下。各位不知道，各位可以感受到，我其实站在各位啦啦队女生旁边，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感想，非常非常很香。真香，非常呢，觉得我不想离开这里，但是因为大家呢隔着围栏在台下看你们，待会有机会可以近距离在旁边跟你们感受到真香的机会吗？有这机会吗？我可以帮我们现场这么多广大的，不管是车友，不管是骑士，或者是现场来听歌的好朋友，或者是各位粉丝，有机会可以吗？有机会吗？柳柳，有机会，很高兴这次能够跟大家一起参加活动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在台新 Richard 的摊位，就在这边，在那边。追踪台新 Wonders 的 IG 跟台北战神的 IG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合照哟。就这么简单，福利就是这么容易，幸福这么容易到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谢谢各位。哇，真的我觉得这一个很 OK。所以呢，各位，你说要是台新的 IG， 台新的 IG。IG, 台新 Wonders 的 IG 跟台北战神的 IG 都要，其实很简单啦，现在大家手机拿起来，待会呢不要说我们只有让大家讲讲话，今天都已经4位来到现场了，待会可以拍照之前，手机相机摄影机我看都已经准备好很久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啦啦队女神的现场魅力了？
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来吧，麦克风先帮我收一下，因为呢，麦克风不在我们的表演范围当中。可是，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感受到这种热血的氛围，先马上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泰星 Wonders。有办法闻到那个香味，但是来四位帮我摆一个 ending pose， 来再换另外一个可爱。今天是万圣节，有没有一种小恶魔感？给大家也多补充几张照片好不好？到时候呢，在我们的这个台新的台新 Wonders 的 IG， 还有台北战神的 IG 上面，都可以打卡说今天我也有看到我们台新 Wonders 哦。好，来最后前面再看三秒，最后幸福很短暂，最后三秒钟，三。